谢谢。我今天会唱很久，所以我就多说。对，有什么话想要聊的话，等一下再聊好了，我想一下。我想一下是。我在小巨蛋都没有唱到十二点。好啦，试试看啦，看今天可以唱到几点好了。还是要非常非常谢谢你们，因为今天真的真的很冷，而且又下雨。那还是很感谢你们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来这边温暖我。那接下来唱这首歌。失败者的飞翔。你知道吗？听你说话，我只需要听你说话，在你的声音中。Thank you.
用各种各式各样不同方式的爱在支持我。那我今天就带一把吉他来，要在你们师大挑战一下，看看唱几天。对，但是不过这些歌因为只有一把吉他，所以就会是比较忠实的呈现这个一开始本来写出来的样子，大概就是今天会看到和听到的样子。对，那接下来要唱这首也是太阳那张专辑里面的歌，这首歌叫做自由自在挥洒。如果有一